吹头发很难吹，然后吹完头顶还是塌塌的。它可以缩短吹干速度两倍的时间，直接喷。就而且它还有修护的效果，所以你看吹完头发发质都非常非常好这样子。然后女生不是不爱洗头，是有没有觉得吹头发很难吹，然后吹完头顶还是塌塌的？好了，我今天来介绍这个速干护发香水喷雾，快速干诶，速干哈，因为它有一个很酷的功能哦，就是其实它会去吸你头发上的那个水，所以很吹很快就会干了这样子。你要使用前一定要先摇一摇，而且摇的时候双下巴还要跑出来，还要耸肩耸，就这样有没有？摇完就可以用了，好不好？你洗完头发，头发不是会擦干吗？所以头发湿的时候呢，直接喷。它可以缩短吹干速度两倍的时间，吹干很慢。而且啊，它也能减少热风造成发质的干涩哦。你们看，刚吹完头发超柔顺的蓬松，而且它还有修护的效果，所以你看吹完头发发质都非常非常好这样子。然后它有分四个味道，有蓬松柔顺诶，这个是神秘琥珀哈，跟五亮泽保湿，它是橙怡紫樱，紫樱的，然后凉感控有的是清新无香的，修护护色的。如果你今天有染比较特殊色的，就可以用这种护色的。而且这是独家哦，独家的首创配方，独家的首创配方，好不好？男生也可以用吗？如果你头发很长的话，就可以用啊。那如果你想要控油的话，也可以用哦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推荐给大家快干护发香水喷雾。